黄蓉谷空被导演约上房视镜。我石是 lady， 寻日拍手表广告咁落力，多唔多导演揾你拍戏啊？系曾经有个导演叫过我上去酒店度 casting 咯，跟住即系我觉得好古怪，跟住就拒绝咗佢咯。早排 Naomi 都声称试镜嗰阵被非礼啵，系因为其实我都有去咯，因为我系女仔帮我 casting 嘅，跟住同我听到佢嗰个遭遇，我都有啲吓人咯。关心人哋之余，都要关心下你契哥啊！近日嘅饭局事件，佢啲主角都封口，我都虽然系好朋友，但系都唔再回应呢件事咯，即系唔使俾人话抽水咯。由早排叫契哥，变咗依家话系朋友，唔通想割席？